1月6号晚，女星孙千晒出一则视频动态，视频中她跟赵丽颖对着镜头花式卖萌，孙千长发披肩，年龄较小的她满脸胶原蛋白，赵丽颖穿着黑色上衣，戴着白色发带，两人同框视频用了恋综特效，两位美女小姐姐罕见合体，的确是给了大家一波美颜暴击。赵丽颖最近在拍新剧，孙千也是该剧的演员，看两位小姐姐一起同框拍视频，显然又是因戏结缘成为好闺蜜了，私底下他们的关系也是相当好。孙千也是一位演技很不错的演员，赵丽颖为了塑造角色近来吃胖了不少，银宝近来出镜也是肉眼可见的圆润不少，胖一点更俏皮可爱了。赵丽颖离婚后事业蒸蒸日上，资源越来越好，同时大家